来宾，亲爱的老师们、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数九寒天，人心暖，一家欢聚情意浓。欢迎大家收看清华大学校机关迎新春联欢晚会，我是主持人石志丹，来自党委学生部。我是主持人齐厚博，来自党委研究生工作部。我是主持人张润中，来自党委学生部。我是主持人吴琼，来自终身教育处。回顾过去的一年，是人类历史上极不平凡的一年，我们一起走过，一同经历，我们迎难直上，奋起拼搏。回顾过去的一年，是清华大学砥砺前行的一年，我们共同见证了自强奋进的清华人在危机中坚守，在变局中开拓。昨夜西风凋碧树，浇不了青春不灭的火焰。在来势汹汹的疫情面前，校机关全体教职员工众志成城，不畏艰辛，全力做好疫情防控工作。满地余寒露凝香，凝不住你绝美的年华。清华机关人迎难而上，共同奋进，全力支撑保障学校各项中心工作顺利举行，用实践践行清华传统。2020年，我们一起经历了云上校庆，
云上毕业典礼，云上运动会。今天我们将以特别的方式迎来云上贺新年。我相信2020年我们一同走过的日子，一同书写的篇章，都会深深地印刻在每一个人的记忆中。2021年我们会继续携手并进，蓬勃向上，用生生不息的清华力量再次书写华美篇章。在共克时间的日子里，有逆行出征的豪迈，有顽强不屈的坚守，有患难与共的担当，有英勇无畏的牺牲，也有守望相助的感动。在辞旧迎新的日子里，我们和着优美的旋律，伴着跳跃的音符，来分享新年的喜和乐。在此也让我们借着这个机会道一声2020年您辛苦了。2021年清华大学校机关迎新春联欢晚会现在开始。首先有请王希勤常务副校长为大家带来新年致辞。校机关的各位老师同志们大家好，岁序更迭，华章日新，在2021辛丑年新春佳节即将来临之际，我们采取云端录播这种特殊的方式举行校机关2021年迎新春联欢晚会。在这辞旧迎新的美好时刻，首先我谨代表学校，代表校机关行政事务领导小组，校机关党委，向校机关各位同志致以最衷心的感谢和最美好的祝福。2020年注定要不同寻常的被历史所铭记。在过去的一年，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在学校党委的坚强领导下，校机关各部门各党支部带领机关全体党员职工提高站位，服务大局，积极投身学校疫情防控各项工作，全力保障学校中心工作稳步推进。我们第一时间建立覆盖全校的应急处置工作体系，筑牢了校园防控的铜墙铁壁，织密了信息排查的防控安全网。我们坚持教书育人是不可放弃的职责，多部门日夜兼程，通力协作，春季学期实现了学校有史以来最高质量、最大规模实时互动的在线教育，秋季学期推动在线教学高质量发展，线上线下教学深度融合。我们多方做好疫情防控物资的筹措与分配工作，积极组织科技抗疫攻关，参与发起全球大学抗击疫情特别工作会议。我们切实做到让党旗飘扬在疫情防控战场的各个角落，组织31个党支部、290余人次的志愿者参与在鄂清华园街道教职工和居民返京转接工作，毕业生集中返校，教职工和在校居家家属集中核酸检测等志愿服务工作，积极宣传报道机关各部门各党支部的先进典型，讲好清华园的抗疫故事，校机关一批先进集体和个人受到学校党委的表彰。在过去的一年，我们深入推进学校综合改革和双一流建设，实施强基计划，深化本科教育教学改革，落实全国研究生会议精神，推进研究生教育改革，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完善教师发展知识体系，进一步完善重点领域学科布局，准备第五轮学科评估，持续推进科研体制机制改革，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创新体系，推进资源配置改革，提升管理服务水平，完成综合改革和双一流建设周期总结收官，科学编制“十四五”规划。在过去的一年，我们持续深化校机关机构改革和职工队伍人事制度改革，不断优化部门业务流程，持续提升职工队伍的专业化、职业化水平，校机关展现出崭新的精神面貌。对校机关机构改革和职工队伍人事制度改革开展回头看，广泛听取师生对职工队伍人事制度改革的意见建议，分析研判改革目标达成度、改革推行平稳度、改革成效满意度，总结改革经验，查摆校机关职工队伍建设现存问题，
明确下一步精装修的方向，推动改革向纵深发展。老师们、同志们，重要的时间节点标定我们奋斗的历史方位。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也是开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起始之年。站在2个100年的历史交汇点，学校也将迎来建校110周年，开启迈向世界一流大学前列、努力为建设现代化国家做出重要贡献的新阶段。进入新的一年，踏上新的征程，我们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顽强拼搏，勇担重任，以提高办学质量为主线，以深化改革创新为动力，以建设顶尖大学为目标。像总书记在新年贺词中提到的那样，永葆初心，牢记使命，征途漫漫，唯有奋斗。让我们以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风雨无阻的精神状态，做敢闯敢拼的开山牛，敢为人先的拓荒牛，踏实肯干的孺子牛，为学校的建设和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以更加优异的成绩迎接建党100周年、建校110周年。最后，愿我们的祖国意气春归，国泰民安，愿我们的学校事业更加蓬勃发展，愿各位老师时时都有牛劲儿，工作更有牛精神。祝大家阖家幸福，牛年吉祥，谢谢。感谢王校长。2020年，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我们齐心抗疫，众志成城，以生命赴使命，用挚爱护苍生，用坚韧不拔的精神书写了中国的抗疫史诗。疫情之下，我们举国同心，共克时艰，是全体清华人的义无反顾，心手相连，构筑起了清华大学的抗疫防线。我们携手共进，一起迎接美好的明天。下面请大家欣赏由人事处带来的节目《拥抱美好的明天》。2020年，我国遭遇新中国成立以来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英雄的中华儿女，敢于斗争，敢于胜利，以生命赴使命，用大爱护众生。广大医务人员白衣为甲，党员干部带头拼搏，人民子弟兵、公安民警奋勇当先，科研人员奋力攻关，社区工作者日夜值守，千千万万志愿者和普通人默默奉献，只因黎明的那道光终将会越过黑暗，让我们能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湖北省武汉市等多个地区发生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湖北省正式确定二月大病发生过卫生事件。我们在这过年，你们却在帮我们过关。最好的帮助他们的方法就是到前线去跟他们并肩作战。也许世界就这样，我也还在路上，没有人能诉说。也许我只能沉默，眼泪湿润眼眶，又不敢懦弱。低着头，期待白昼，接受所有的嘲讽，向着风，拥抱太空，
勇敢地向前走，明明的那道光比月光一样，那目的却恐惧我能找到答案。哪有你的光就是像黑暗，遮住所有的负担，不再孤单，不再孤单。的钟声犹如战斗的号角，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人事处全体在学校党委的领导下，上下一心，勇担使命，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没有一个冬天不能逾越，没有一个春天不会来临，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斗中，全校教职工没有后退，只有冲锋，没有屈服，只有战斗，始终风雨同舟，同甘共苦。病毒突破不了我们众志成城，疫情阻断不了我们戮力同心，我们建立起教职工全覆盖的防控信息体系，我们始终全力以赴，携手共进，用责任与担当书写清华的抗疫故事。在那些难以忘怀的日子，每一位教职工都在进行着属于自己也属于所有人的战斗，我们坚守初心，满怀理想，严格落实学校党委各项决策部署，圆满履行各项工作职责。展望充满希望的2021年，人事处将继续奋发有为，
不懈进取，用爱护航全校师生健康，待到春暖花开，我们繁花雨过，我们追逐的方向不会改变，我们前进的脚步不会停止，迎难而上，坚守岗位，以使命捍卫生命，以责任塑造坚强。人之树全体成员，祝大家新年快乐，万事如意。感谢人事处老师的精彩演出，美好的明天有你有我，崭新的未来你我共同守护。在疫情期间，校园安全离不开保卫部同事们的辛勤忙碌，众志成城，全力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清华有我，坚决打赢校园安全保卫战。下面请欣赏由保卫部的老师们带来的情景朗诵《清华有我》。边的大红灯笼已经高高挂起，为冬日的夜晚带来新春的欢喜。老家的大门口多了双期盼的眼睛，正从返乡的人潮中寻找团圆的回忆。朝子新春，新官来袭，猝不及防打向大地，阴霾笼罩华夏，脆弱的生命危在旦夕。中央发出号召，清华人在行动，众志成城，行胜于言，抗击疫情，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健康平安，这是我们党的立场、初心和使命。清华保卫人，我返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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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上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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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到命令，迅速返京，克服困难，迎难而上，两千里路走单骑，风雪无惧归清华。这些儿女稚嫩的小手，到位了含泪的双亲，放弃现任的欢聚团圆，并未返航，穿过漫漫严冬长夜，向着没有硝烟的战场逆行而上。他姓什么？他叫什么？他们是谁？他们是哪一个？他们是清华园里一支没有军衔的队伍，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做清华保卫。湖北武汉封城，北京新发地疫情，大考连连，责任重肩。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线上主题党日发出行动倡议，抗击疫情，守护清华，我志愿，我志愿，迅速进入战时状态，坚决落实防控责任，搜集各类人员车辆信息，协调人车出入报备资料，制定校门管理规定流程，把住重要关口，到校门举手，欺负盈利转到战斗堡垒，我是党员，我向前，疫情防控到一线，不惧困难，冲锋在前，尽职尽忠，责任担当。没有假期，没有休息日，只有大爱无疆，敬业担当，团结协作，用忠诚和奉献，坚守岗位，坚定的行动，铸就了清华园疫情防控的铜墙铁壁。科学防控，精准抗疫，协同治理，人人有责，校门楼门家门三位一体，坚决把病毒拦截在校门之外。1月27日，校门查验住校570万人次，登记来访车辆35万辆次，劝离无关人员7.6万人次，车辆7.8万辆次。
众志成城，同舟共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践行清华精神，为学校改革发展进步提供可靠的安全保障。忠于职守，勇于担当，坚韧不拔，热情服务，这是清华保卫人骨子里的烙印。严寒终将过去，阴霾必将消散，我们守望相依，我们不负韶华，砥砺前行，从春夏到秋冬。您的幸福由我祝福，您的安全由我守护，拧成一股绳，向着一个方向共同努力。无论疫情防控是暂时还是常态，每个清华保卫人都把全校师生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放在首位，装在心里。这就是清华保卫人，关键时不掉链子，必要时不怕踩脚，重要时顶得上去，扛得起来。随着科学技术的创新发展，清华保卫人也向着更加科技化、智能化、专业化的方向不断前进。各部门紧密配合，师生们守望相助，团结协作一盘棋，众志成城更从容。我们将锻造更加坚强有力的坚强堡垒，继续践行使命初心，用行动时刻守护师生平安，为学校发展提供可靠的安全保障。冬尽春来，牛年的春天定将五彩缤纷，万紫千红。清华的明天定将安全稳定，紫荆花开，笃定前行。栉风沐雨渡难关，打好疫情防控战，师生安全有保障，砥砺歌行属于咱，向前，安稳意见为指导，行动计划做指南，预案体系加演练，共建平安清华园，清华保卫，我们在。感谢保卫部老师带来的精彩演出。新冠肺炎的清华保卫战凝聚着全体清华人的力量，不仅在校师生员工齐心协力，遍布在世界各地各行各业的清华校友们也纷纷贡献力量，为新冠疫情防控工作做着自己的努力。这份厚德载物、天涯无界的清华精神，为我们在疫情期间带来了特殊的感动，同时也彰显了我们清华人所特有的力量和担当。下面我们跟着校友总会一起来回顾清华校友的抗疫故事。庚子新春，九州欢庆之际，万家团圆之时。忽闻荆楚传新冠，事严峻，病人伤，归巢如涌，疫情扩张。各级政府、八方社会拨资救治，极富支援，全民族抗疫，这是一个无硝烟的战场。国内海外的清华校友第一时间自发组织起来，携手战役。大年29晚上，学校医疗部门防疫物资告急，校友总会第一时间联络求助海外校友会，情况紧急，多抢一分钟时间，可能就会多一分战役的希望。大家纷纷伸出援手，抗疫筹款、捐医送物、医疗救护，致敬前线。2020年的春节，校友总会在紧张而忙碌中度过，联络工作信息畅通，准确无误。行政工作内部协调，上传下达。宣传工作将校友们成百上千的爱心行动转化为文字，凝聚成抗疫简报11期。校友的万众之心，我们又怎能缺席？进入三月份，
国内疫情有所控制，但海外疫情突然加剧。校友总会迅速将援助重点转向海外，多方联络国内校友组织和校友企业，寻找医用口罩资源。时差不是问题，校友总会同时与55个海外校友会联络沟通，及时了解校友们对口罩的需求。海关限制难不倒我们，最艰难时一个地址最多只能寄送140条。校友总会排除万难，紧盯不同国家的防护用品进口要求，大量搜集海外接收地址，随时调整地址数量方式，并持续跟踪搜索情况，只求最大程度降低海关拦截的风险，让救急的口罩能以最快的速度递到海外校友手中。那时校友会的老师经常与海外校友会联络到夜里1-2点钟。妈妈妈妈，今晚你能陪我睡吗？你好几天都不陪我了。真对不起宝贝，现在国外有很多叔叔阿姨没有口罩，我们多帮帮他们好吗？是。好吧妈妈，你快忙吧，我自己睡。早上7点爬起来，第一时间抓起手机，心心念念的还是查看信息，惦记着海外的校友们口罩收到了没有。疫情如火，大家拧成一股绳，全力奋战，人手不够带家属一起上，资金不够高昂的国际快递费自掏腰包先垫上，和守望相助的迫切心情相比，这些又算什么？海外的校友们也深切地感受到了来自母校的关怀与温暖，他们说人在囧途身陷泥泞，而收到校友总会的关心和支持，顿感亲切。亲爱的海外清华校友们，如同月余前，你们心心念念牵挂着祖国的亲人朋友，如今我们正时刻关注着海外疫情不断跳动的数字，牵挂着身处异乡的你们。自从国内疫情爆发以来，海内外清华儿女陆力存资，分散四海的你们放下手头的工作，集结起来投入募捐抗疫的战斗中，克服采购、对接、物流各环节的重重困难，跨越山海，跨越时差，将一批救援物资星夜兼程送到国内第一线。四海同心，无问西东，历史的潮汐中，清华人从不曾在危难前却步，更不会松开紧挽的手臂，团结与自强始终都是我们清华人不变的底色，请大家相信，我们永远肩并肩，在一起。清华是厚德载物，不是今日事，亦不因时局而至。时局的更迭，但若从此清，共此清，则天涯无也。病毒无情，人有情。让我们并肩作战，取得抗疫最终胜利，迎接世界春暖花开。2020年一不平凡，2020年每个人都了不起。疫情期间，广大清华校友团结奋进，
咱每个清华人都了不起。2021年，清华校友总会祝福每位校友幸福安康，祝福母校110周年生日快乐，愿和顺自祥，幸福美满，三和锦绣，国泰民安。校友工作办公室祝校机关全体老师新年快乐。招之即来，来之能战，战则必胜，这就是清华人的担当。无论在哪里，我们都心系天下，情系苍生。自强的清华人永远保持奋进的姿态。2021年，奋发的清华人将继续砥砺前行，从容自信。此刻的中国冬去春来，此刻的中国绚烂蓬勃。新的一年，让我们再一次出发，在梦想的道路上奋力前行。下面让我们有请离退休处档案馆校史馆为我们带来再一次出发。竹板这么一砸呀，我们排排上站，唱一段天津快板，说说咱心愿。说猪年还没走啊，鼠年还没结伴，突然一场新冠疫情袭击了武汉，它来势凶猛，它迅速泛滥，几天时间就形成了严峻的局面。严峻的局面，咱们的校领导还有各个部处学院把疫情当作头等大事，丝毫不怠慢。鸟同志的防疫工作我们冲在前，联合校院、街道校友会还有养老驿站，代买物资、代取药，服务送身边，为海外老人寄口罩、核酸检测，设立老年通道，上下联动齐努力，确保老同志健康安全。档案校史工作我们有序开展，面对疫情大考，服务创新方式关键。校庆我们举办云桌云展览，为保障毕业生转岗，全上线加班加点，员工居家撰写论文，网上讨论互约互检。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要保质开展，党建施政工作统领走在前，宣传文体关工委工作全年不断线。疫情防控期间服务更具温暖，心系档案捐赠人问候送到身边。百年历史清华精神宣传教育不畏间断，深化改革完善队伍，共迎110周年，决战新冠，喜迎百年，这里出发让我们明天更灿烂，再一次出发让我们明天更灿烂。
教使馆离退休处祝大家牛年大吉，牛气冲天。新年新征程，新年新希望。2021年，我们将迎来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华诞，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2021年，我们也将迎来清华大学的建校110周年，开启进入世界一流大学前列的新阶段。100年风雨兼程，100年奋斗不息，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乘风破浪，扬帆远航。今晚我们用翩翩的舞姿为党送上祝福，共同祝愿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祝福伟大的人民吉祥如意。下面请欣赏由科研院带来的舞蹈《吉祥》。美好吉祥，美好吉祥。
文科处、技转院、智库中心、北京院，祝大家新春快乐！感谢科研院的精彩演出，百年征程波澜壮阔，有激流，有险滩，有惊涛，有骇浪。但在这一过程当中，清华人始终将个人理想融入党和国家的事业当中，担当有为，奋发向上。青年是时代的弄潮儿，清华青年自强奋斗，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接下来2020年新入职的小伙伴们将作为校机关的青年代表，带我们一起回顾百年征程中清华青年的选择和追求，一起追忆百年青春。发现了大庆油田，从此点亮了中国石油工业的希望之火。
我扎根在这片土地上，不畏艰辛，排除万难，经历数十年努力，终于为祖国摘掉了这顶拼搏的帽子。我毕业于西南联大物理系，离中国成立时刚从美国毕业的我，第一时间回到了祖国，和一群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完成核武器的理论研究工作，敢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只为换来戈壁荒漠中那一声巨响。我是一名海外侨商，在改革开放的春风里，带着资金和技术回到国内，投资建厂，兴办实业，成为祖国发展奇迹的经历者、见证者，为祖国走向世界架起桥梁。漂泊的游子，心中是满满的乡愁。无论走到哪里，我的根永远在家乡。学子将青春的激情燃烧在民族复兴的伟大岁月，百年沧桑巨变，清华人走出了一条爱国报国、建功立业的康庄大道。
年有为，我们竭力同心。我们是清华青年，青年有为，我们无问西东。我们是清华青年，青年有为，我们无愧无悔。君子之风，山高水长；君子之为，德厚流光。千载春秋，我们青春不改；百世清华，我们勇于担当。我们是清华青年，青年有为，奋斗有我。我们是清华青年，青年有为，传承有我。清华青年，祝大家新年快乐！好一群清华青年，好一腔爱国热血。感谢2020年新入职员工用这样特别的方式帮我们回顾了清华百余年的征程。吴兄，今天其实在现场有几位历史人物来到了我们身边。历史人物，你说的不会是文化办请来的杨玉环和穆桂英吧？是啊，可不是，听说我们办联欢，他们化完妆唱着就来了。下面呢，让我们有请由文化办带来的节目《太真外传》和穆桂英挂帅选段。
文化建设办公室，祝大家新年快乐。侯伯，我觉得刚才有两句祝福特别好。是哪两句？说来听听。一月那台雨河情缘永定，二月那仁德军福寿康宁，三月那……好了好了，看来啊你还沉浸在刚才的节目中不能自拔呢。其实今晚我们的祝福可不止这些，下面呢来自国际处和研究生院的同事也将为我们带来祝福。那是要祝？我们要祝大家明天会更好。敲醒沉睡的心灵，慢慢张开你的眼睛，看看忙碌的世界是否依然孤独地转个不停。春风不解风情，吹动少年的心，当昨日脸上的泪痕随季风干了，抬头寻找天空的翅膀，候鸟出现它的影迹，带来远处的饥荒，无尽的战火，依然存在的消息。玉山白雪飘零，燃烧想念的心，是真情融化出一幅幸福遥远的祝福。全过程质量管理新时代。2020年是推动全球战略、打好国际化能力提升计划攻坚战的一年。学校用切实的改变和创新的成绩，
诠释更国际化的清华园。2020年，全国研究生教育会议召开，全校上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研究生教育工作的重要指示和会议精神，出台关于新时代深化研究生教育改革的若干意见，吹响了研究生教育改革的号角。面向未来，我们以更加积极的面貌，更加奋进的姿态，谱写中国高等教育的新篇章。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清华力量，我们相信明天会更好。研究生院国际处祝大家新春快乐，明天会更好。一曲《明天会更好》唱出了清华人在新征程上的豪迈，也让我们感受到了在新征程上自信和自强的力量。没错，但是在奋斗途中啊，咱们也不要时时驻足，看一看征程路上的风景，用恬静和淡然来迎接生活中的美好。那就让我们跟随水木舞团的老师们，在新征程上时时微笑，雨打芭蕉闲庭雨，便是有愁也无愁了。请欣赏舞蹈《雨打芭蕉》。
刚才水木舞团的表演真是太精彩了，我早就沉浸其中不能自拔，真希望这疫情早点过去，到时候我们大家能够齐聚一堂，一起欣赏节目，感受着惬意的氛围。是呀，一场疫情带给我们太多的思考，更加明白了和平与安全的重要性，更加珍惜眼前的美好生活。你刚才提到和平与安全，今天呢有这样一群人，他们将为我们以特别的方式来阐述他们对和平与安全的理解。下面呢，让我们有请由实验室处和法务办带来的节目《和平与安全》。你要实验吗？你
时候我当然也会着急，在从前那段的假日里誓言要找人一起，如果有一番隐形功夫引丢誓言拉几分泪处理，就是断水断电也断气，可前方不要清晰。哦哦，你要誓言吗？实验室处，法务办，军资办，总快办，祝大家新年快乐，牛年大吉。感谢实验室处和法务办带来的精彩表演。2020年是极不平凡的一年，我们一起走过了一段难以忘怀、非同寻常的岁月，也一同见证了举国同心、众志成城的团结伟力，书写了一段平凡而伟大的抗疫史诗。没有哪一个冬天不会过去，也没有哪一个春天不会来临，让我们向极不平凡、刻骨铭心的2020年告别，让我们满怀信心的迈入2021年，共同期盼早日战胜疫情，世界充满健康、欢乐与安宁。下面请欣赏由党办、校办、小工会、政研室一同带来的节目《冬去春来》。2020年，我们一同走过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肺炎，打乱了每个人的生活，冲淡了新春的喜悦，也停滞了我们返校的脚步。极不平凡的2020年，我们一同奔跑，病毒来势汹汹，却阻挡不了顽强拼搏的勇气，阻挡不了对这片土地的热爱，阻挡不了对教育事业的忠诚。极不平凡的2020年，我们一同自强，战疫情，谋发展，建小康，强改革，促交流，
追梦想。每个人都因学校的发展、祖国的强盛而斗志昂扬。此时此刻，那一个个平凡的身影，你还记得吗？崭新的2021已经到来，清华机关人必将不负重托，继续奋斗，勇往直前，铸就更加灿烂的辉煌，为建党100周年、建校110周年献礼。同事们，朋友们，没有哪一个冬天不会过去，也没有哪一个春天不会来临。冬去春返，让我们再一次携手并进，扬帆起航。Thank you.
来人往，生活节奏总是那么快，忙忙碌碌，忘记外面其实很精彩，每日每夜不停地奔忙，渴望拥抱梦想，展开自由胸怀。党办、校办、校工会、保密办、国内合作办，祝大家新年快乐。感谢党办、校办、校工会、郑岩市带来的精彩演出。百年辉煌历史，在每一个关键时刻，每一个重大关头，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人民立场、人民至上，带领人民开创新篇章。平凡铸就伟大，英雄来自人民，历史是由人民创造的，人民是真正的英雄。下面让我们欣赏由纪委办、审计室、巡查办、组织部、统战部、机关党委联合小组带来的英雄赞歌。烽烟滚滚朝英雄，四面青山侧耳听，侧耳听，青天响雷敲金鼓，大海扬波作河声，人民战士去呼报，舍生忘死保和平。这片土地是浸染了无数革命烈士鲜血的，可今天我们有的党员同志为了升官发财，把封建官场那一套都弄来了。我们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一切权力为了人民。我们要把人民赋予我们的权力真正用来为人民服务。政府现在要做的就是有腐必反，有逃必抓。不管查到什么人，不管是哪一个级别的干部，一查到底，绝不姑息。不能冤枉一个好人，但是也不能放跑一个坏人。无论你做什么工作，无论你的职位高低，我们具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人民。实事求是，开动脑筋，开一场革命，英雄不是社会主义。我们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怎么使我们的人民尽快地富起来，国家强起来。最近我一直在想这么一个问题，东部沿海地区要尽快地发展起来，到一定的时候带动西部落后地区的发展，这是两个大局啊。我们已经向中央提出了一些设想，比如我们想在临近的港澳或一些沿海的地区建几个像海外那样的出口加工厂。这个想法好啊，在你们广东划一块地方出来，搞个特区怎么样啊？特区？对，这个特区过去三个年也是有特区嘛，中央没有钱，但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那一年俺们都才七八岁，唯一想的是就是通过那座桥，俺能闻见那股焦糊味，俺们这些人真的没有一个怕死的。战场上就是这样，你也不知道他们是谁，
你知道他们是战友，是兄弟，是掩护着俺们过桥的。俺们都知道，这一仗打赢了，带来的就是咱老百姓的安宁。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缺少英雄；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无论烽火连天的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建设和改革开放时期，英雄和先锋都是民族的脊梁，国家的栋梁。机关党委、纪委办、监察室、审计室、巡查办，祝大家阖家欢乐，万事大吉。艰难方显勇毅，磨砺使得玉成。2020国家“十三五”圆满收官，“十四五”全面擘画。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伟大历史性成就，决战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胜利。2020年，我们清华人也用我们的思考、行动和选择展示了我们清华人的自强精神。2020年实属不易，那么2021，我祝您风调雨顺。接下来请欣赏由资产处带来的舞蹈《风调雨顺》送芳华。
披荆斩棘的2020，我们奋力保障，谱写抗疫诗篇。风雨兼程的2020，我们尽职担责，共绘服务画卷。和顺幸福的2021，我们期待国泰民安，高歌盛世。勇往直前的2021，我们期待风调雨顺，喜迎校庆。我代表资产管理处祝大家工作顺利，新春快乐。感谢资产处老师带来的精彩表演，充满着蓬勃向上、生生不息的清华力量。回望过去的一年，有很多令我们动容的瞬间和面孔，有很多让我们感人至深的他和他们。处在抗疫第一战线的白衣天使，他们将涓滴之力汇聚成磅礴威力，构筑成守护生命的铜墙铁壁、白衣城墙。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回望这些最可爱的人，这些时代英雄们。下面让我们一起欣赏由学生部、研工部、校团委带来的节目《想见你，白衣城墙》。凛冬之际，送别归乡的学子。那时候，我以为不过是短暂的分别，谁曾想，今年的冬天如此漫长。紧急的办公电话，把已经放假的老师同学们重新集结起来。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他连夜回京，直奔学校，立即上岗。此时距离接到通知还不到24小时。他却要了回家的车票，与大家一起守护校园，加入抗疫一线的队伍。在更多同学们看不见的地方，有这样一群人，把学生的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他们提前返回工作岗位，建立信息日报制度，审批各类申请40000余份。他们第一时间保障在线教学，做好技术支持和困难学生资助，保障全校学生停课不停学，一个都不能少。他们在疫情中筑起一座铜墙铁壁，只为等候春暖花开。温暖寒冬的心房，遥远。
光部、研工部、教团委，祝大家新年快乐，牛年大吉。哎，志丹，不知道你是否有印象，之前啊，全网刮起了一阵姐姐风潮，一首《无价之姐》展现了30+女性的自信和魅力，它告诉我们，无论年龄大小，我们女性都有标榜自己自信和价值的权利。你说的《无价之姐》啊，我还真没看过，我得赶紧回去好好补补课。不过今天在这儿，咱们将迎来一场无价风潮，来自党委宣传部的老师们要用一曲《无价2020》告诉我们，纵使是在艰辛的2020年，也总有一些宝贵而温馨的记忆温暖着我们。请欣赏党委宣传部带来的舞蹈串烧《无价2020》。3, 2, 1，到草原最美的花，火红的萨尔朗，一梦到天涯，遍地是花香。流浪的人儿啊，心上有了他，千里万里也会回头望。草原最美的花，火红的萨尔朗，火一样热烈，火一样奔放。痴情的人儿啊，心上有了他，有种幸福叫地久天长。草原最美的花，火红的萨尔朗，一梦到天涯，遍地是花香。流浪的人儿啊，心上有了他，千里万里也会回头望。草原最美的花，火红的萨尔朗，火一样热烈，火一样奔放。痴情的人儿啊，心上有了他，有种幸福叫地久天长。2021，辞旧迎新之际，也是蓄势待发之时，让我们祝福大家新春愉快，阖家幸福，也让我们共同祝愿清华更美，祖国更好。2020年，日后回想起来，我们会说它是一个无价之年。这一年有太多的猝不及防，又有太多的人肩负使命，远离家乡，奔向没有硝烟的抗疫战场。而我们是坚守在疫情后方的清华人，感恩我们能够在清华园度过青葱岁月，有幸我们能够在荷塘播撒青春热爱，更坚定我们要付出一切来守护我们挚爱的家园。
下面请大家欣赏由傅林波老师、王玉明院士、何志恒同学共同带来的《荷塘咏叹调》，让我们一起品味清华，感受青春。别去能忘你。
位老师，新春快乐，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荷塘咏叹调，水木清华琴，歌声悠扬，琴声流淌，感谢老师们为我们带来如此惊艳的演出。道阻且长，我们不曾畏惧，临冬将至，生机终将蓬勃。2020已经过去，但是我们在2020年每一次奉献，每一滴汗水，每一分收获，祖国都不会忘记。请欣赏教务处带来的朗诵合唱《祖国不会忘记》。2020年，我们走过了一个特别的春天，教与学都经历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挑战。教室里没有学生和老师，心中却有使命在召唤，要牢牢坚守育人的初心，要捍卫教学的尊严。虽然没有战火和硝烟，耳边却有誓言在召唤，全球清华师生同上一堂课，争分夺秒，不眠不休14天，用力量把力量传递，用信念把信念点燃。向前一直向前你，未来过去我只想见你，穿越了千个万个时间千里，人海里相依，用尽了逻辑心机，推理爱情教学顺利开展，有他冒着鹅毛大雪为大家发放1060台手写板，为了给留守同学补办 IC 卡，能让他们按时吃上热饭，有他大年初三往学校赶，为了让毕业学生不受疫情影响，他们摸底排查，为大四学生制定一人一策的毕业生实验课方案，守望相助，有你有我，4000多门课程终于全部上线，向全社会兑现了延期开学如期开课的誓言。默默坚守如磐石，如泰山，天涯比邻，一个都不能少，更有韧性的融合式教学，开启了全球高等教育史的新篇。不是不想说出他的名字，而是因为他就是普通教务人中的一个。不是不想记起每一个他的事迹，而是他们已将自己融进祖国辉煌事业的长河。祖国不会忘记。我
在此，衷心感谢机关各部处和各位同仁对教务处和教学工作的关心和支持。愿大家在新的一年身体健康，万事如意。祝大家新年快乐！美好的时光总是短暂，我们的晚会到现在就要临近尾声了。虽然晚会告一段落，但我们前进的脚步如同时光流转，未曾停歇。我们的激情永不会褪色，我们的前行永远在路上。前方不是遥远的地平线，而是我们并肩奋战的新起点。乘在未来与希望之船已经做好准备，蓄力起航。让我们一起出发，一起拥抱2021，拥抱希望和星辰大海的梦想，拥抱灿烂美好的未来。让我们收拾好心情，整理好行装，向着幸福的新一年，向着幸福的新百年阔步前行。让我们再次送出我们的祝愿，恭祝大家新春快乐，万事如意。我宣布清华大学校机关迎新春联欢晚会到此结束，我们明年此时再会。